那个凡夫的人，他看法不一样了。他看那未明是有时候他没感觉什么，如果不伤害已经很好了，就有会有伤害心了，嫉妒心都有。生生世世，是否前世啊，也是当明是好好多事嘛。生生世世都被伤害很惨了，朋友也伤害，自己工人、家人、工人也会伤害，懂不懂？那些都回来，现在当徒弟呢，可怕。我不记得很多，不过现在记得什么就讲什么哈。有一次我有先生嘛，有先生，然后好几次了，以前也许是在别的国家，先有先生小孩什么了，然后再当名师嘛。有时候是这样啊，不是每一个都当名师就诞生的。OK，已经结婚好了，不一定不能当名师，就是命是这样子，应该结嘛，就结了啊，然后。你记得那个故事吗？有一个当和尚，还是被人家拉回来做先生了，有没有？然后他师傅还叫他，你那个业障跟他还要还了，然后要走了，不然那个小姐一次生病快死了。然后还是那个和尚还是要回去跟他结婚了。然后每天坐在跪在地下看太太跟看佛一样，有没有记得？啊，那看你的心了啊。不一定结不结婚呢？有问题不一定哈。OK，你单纯心，你结几百世无所谓啊，了解吗？结越多越烦而已，哪一个笨蛋才结那么多？哈，一个已经烦死了，还要结那么多？你看哪一个国王高兴快乐吗？没有，太多太太了。他们正找那种气氛已经很烦了。OK，不过他们有借口嘛，生多儿女啊，然后嫁出去隔壁邻居的那些。国家要当那个朋友嘛，联盟，就是这样的。有一次啊，我也是当名师嘛，然后有一个工人啊，他现在已经被罚好多次了，在地狱然后上来，现在当徒弟，而且也当常住呢，可怕了，没那么容易了。好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我怕他，你们不用。那个以前因为他要我先生，他是一个当上助手管家那些女的啊，然后他要我先生，先生好看，先生现在也转世回来当徒弟了啊。他们两个互相勾结了，然后就把我车子哈，开车的时候就。装怎么样了？让我把它退到很深的那个地方给我杀这样子，然后先生也拿到了，财产也全部变成他的，那是第一个。另外一样也是传世回来当靠近的徒弟，也是常住的，以前也是嫉妒，看很多人来拜访师父啊，他以前是那个是当先生，现在回来当女孩子，啊，嫉妒嘛，嫉妒心，然后。因为多数名师他结婚是光结婚了，不过当名师以后啊，他不一定会照顾他徒弟的，即使跟太太离婚也无所谓的，跟先生分开也没关系的，主要他当名师以后他心就转了，不管多少先生多少太太，他就不可能专心在他那个家庭那里的，对了，他心就转变了，哎。跟你们有时候，印心完以后，心就比较转变一点，就不怎么那么，那么贪恋那些爱情的那些了，是吗？哎，名次也差不多，比你们还要那个更放下的啊。然后他就大概也许忽略一点他那个所谓的先生了。然后他怎么做呢？他把那个。师傅啊，那个时候他把我关起来，这个房子里面，让我饿死在那里，会死的，最后会死的啊。还有很多我忘记了，最好忘记了，不然一想就可怕了，会不能爱人的，越想越怕人，就那个爱心会减少一些的。不会了，我意思说，想那个时候会了，不过不会永久这样减少的，会了，会想到那些时间呢，会怕。OK，
所以不一定是结婚了以后证明是会有那种拥护的精神，不一定了啊，看那个太太好不好，开不开悟啊，不是每一个像叫什么名字，高比亚的太太啊什么那些啦，那么开明的啊，或是Krishna 那个太太啊，没那么开明的，很运气很好才能够抓到那种太太，哎，而且因为以前结卦的嘛，结了以后才当名师啊，是不好选啊，在印度啊，以前啊，现在也是很强的那种传统了，就是结婚的话不是恋爱结婚了，现在也是这样的。不过现在当然摩登了，然后有一些就会恋爱才结婚的，以前都是父母安排的啊。我们亚洲以前都差不多嘛，有没有？不是总还没生出来已经安排好了，我生出来这个如果是女孩子，就跟你男孩子生出来就会当夫妻的。然后小孩生出来明明不知道任何东西又结了，就是这样。印度的话，印度以前传统很强啊，结婚以后就不能离了，多数那个印度的那个太太啊，不可能离开他的先生，不管好坏，还是跟他一辈子在一起当太太丈夫的。安排结婚的是这样，然后慢慢日久生情就对了，不管他们好不好，爱不爱还是要结了，注定一定是这样，已经注定了，要找那个媒人啊，讲话哪一个小姐好看啊，或者是哪一个丈夫那边家庭蛮好的，然后看生辰日子啊，合不合啊，个性如何，社会的那个等级啊，高不高啊，有没有钱啊，有没有学问等等，到就结了，小孩没话可说。要不要也没关系，因为那种传统啊，所以很多很多男女的幼年的是很痛苦的，心疼的，因为也许刚好恋爱某些别人了，然后被父母强迫跟另外一个结婚，也是很痛苦的。不过慢慢来就习惯了吧，他们不管了，父母不管了。比方说那个男朋友哈，他喜欢的，不过家庭贫穷，不是那个社会的那个名誉不一样啊，在印度更糟糕，有四个那个社会的不同的等级，在社会等级嘛，一些是当那些奴隶工人的啊，一些是当那个军人那些哈，一些是那些皇家的，然后一些是当什么比较高的那些的哈，我忘记了，我也不管那些了。我不要知道，我不要我们社会有那种啊，所有以前呢、啊，你们家里做什么啊，有多少钱，我根本不知道，因为我不需要嘛，我不需要知道，所以对你们都平等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我对那贫穷人啊人比那个富有人那个比较忽略，有吗？从来有没有？即使误会也不会吧？没有哈，对你们都平等哈啊。那现在有人问为什么我在电视上写是某某人是博士，某某人是工程师等等哈，因为外面的人认为我们团体是都是笨蛋的，哎呀，没学问的跟着师傅，因为迷信的，懂不懂？太不懂事了，才跟着我，了解吗？大概用什么神通了，呼啦呼啦这样。如果我能用神通，我把全世界都就优化掉了，不要在你们这几个傻瓜这样的，烦了，就不用盖什么房子给你们，也不用搭什么帐篷啊，随便整个世界被我迷化掉，能不能想象？我要哪个供电，就我要那一个了，了解吗？你们来的话，几百个房子，一人做两间，现在一米是五个人做的，挤挤那个样子。没关系啊，冬天温暖 ，OK， 我们心里很宽就好了，了解 ，OK。因为我这样子，我以前根本不知道哪一个是博士，哪一个是做工程师，我根本没问嘛。也许你们有写在自己的印信单呢，不过我没有看那个了。以前到现在都是随便，都是什么人要印信我都准的，
我都给大家一个机会，我从来没问过他是不是家里有没有钱啊，万一我也要用呢，根本不需要，我没有那种概念嘛，没有那种准备心做那些东西啊，我自己从来以前没有钱了，还是自己靠自己的啊，这样子自己可以保存那种公正的心。嗯，前几天有人想买这个电话，因为他认为这个大概打不通，因为这个电话不一样，太困难，他说这个比较好，那再买一个。哦，我学得很辛苦，已经这个还没有学会，他又买另外一个，他说这个比较容易，结果看起来就一样啊，还是不能动太多，动太多他全部跑掉，你呼吸太快的话他也跑掉。你挥一个手这样跟谁挥手，哦，奇怪，这新闻不见了，总是在找，很困难。我昨天练习好几次才能够现在通信了，以前都是用打电话的，而且打了半天呢，抓不到人了，我还是用走路过去找人的。因为他们那男孩子的办公室都是男孩子嘛，我不想过去，我也懒得打电话，我认为写信比较好。结果我不会啊，这个我会，这个很简单的，最简单的，两岁小孩也可以用啊，生出来马上可以用。嗯，我喜欢，就是这边它好像功能比较少，我认为功能比较少，结果买这两个还是一样傻瓜，这边用不着。嗯，气死了，懂不懂？有时候急了，整天一直打电话打电话，浪费很多时间啊，公文一大堆在那边等，还是这边打电话，哎呀，所以就是了。这边就是了，太放松了。我还没来以前，他们说哦，高雄是不一样啊，在那边是很轻松，放松就对 ，relax。我现在来才知道，连电话他也很放松，他不功能，他不想工作。啊，不过我也觉得高雄也蛮好的啊，像他们要买什么篱笆啊，或是买那些帐篷，我叫他们多搭帐篷起来给你们，有没有？因为这边不够嘛，他们本来自己给自己用而已啊，了解吗？哎，这刚好给自己用，现在你们都来占人家国了，我叫了一两天而已，他们就马上来了。我觉得高雄蛮快，没那么放松啊，啊，做生意也是蛮认真的，就是大概你们放松，我电话放松，嗯，我就问那这边人，我说奇怪，怎么这边电话就这样呢？啊？打电话也很困难，这种是应该很强壮的，懂吗？已经比我这个看起来很好了，有没有？我平常用这个已经很好，苗栗都功能很厉害啊。我有两个，一个充电，因为我用电话很多嘛，所以一个要充电，然后一个另外用，哇，两个很舒服。来这边三四个都留在那里休息，嗯、啊，就来这边打坐，没工作。哎呀呀，最近都花很多钱了，没用了。啊，还修理那个屏东房子，为了短租嘛，为了你们国外来舒服一点，结果也是跑来这边，因为那边臭味太浓了，住久就不舒服啊，懂不懂？那每天吃饭也跟那个什么鸡粪混在一起呢，那种味道啊，了解吗？然后打坐也就闻到那些而已，闻不到糖香味啊。然后就说怎么会修行不好，又怪师父没有驾驶力。